创造公司。K 级玉石现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龙妈。现在我们正在西滨快速道路。那我们要去哪里呢？我们要去林口。我们要干什么呢？我们就是捡玉石附近。啊，等一下我们就是来去看一下。现在你看太阳这么大， oh, no. 我们等一下就是来去海边看一下今天会出什么样的玉石。等一下我们就来去走走逛逛咯。今天天气真的不错，一定要做好防晒。虽然我已经是小黑人了，非常的黑哦。那我们等一下话不多说，立刻前往林口啦 ，Let's go。真漂亮的黑纹，我看来木化石，对对。那我们刚刚呢经过了大汉小汉，然后呢捡了一堆玉石啦。那这一颗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吗？木化啦，应该是木化。还有这颗大家看得到吗？可是应该要实拍会比较好看。那这颗有没有看到？有吗？应该有。花生。那这颗黑纹，线都很明显。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看的哎、欸。啊，干嘛啦？捡到宝呢！什么宝？塑胶做的吗？不是啦，你捡到什么？我靠，也太大颗了吧！哎、哇，好大颗哦，翻面一下还带红的哎，哇，太大颗了吧！哎，很屌哎，那你怎么捡的啦？这有一 K， 这应该有公斤级的，好重！我靠，太猛了啦！好了，继续捡了。走着，看到这颗不一样的颜色，哎，还带红哎，很漂亮哎。好啦，那我们从林口回来了，好累哦。这是今天我们林口捡的啊，这么大个，你看，来，大家进它，有没有看到这个红的？里面是蓝的哦，有沁到蓝的哦。你看这种红，然后外面还有黄色，这里还带一点紫紫的，不知道手机看是看得出来吗？你看整颗，这是今天贝贝捡的上 K。他捡到这颗一直骂我啊，所以他说为什么我电话都不接。他捡到这颗太开心了，你看这个值超大颗，而且很重啊，很沉啊，不一样的玉石啊。他这里有红又带黄，不知道是不是凤凰，然后是蛮烈的，他就是有撞击过。这颗应该有一公斤多，要不然就是有两公斤，太重了。之后称给大家看，大家觉得怎样呢？我个人是觉得超美的，超赞的，还有今天捡的，哇，太赞了！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去林口捡玉石之旅。那一定要订阅、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，那都会不定时的收到新的影片。那这是我们玉石日记啦，那就下期再见。既然玉石真的太美太怪了，那就拜拜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点击了按这两支影片的链接哦，可以看到更多影片哦。那我是龙，下集再相见，拜拜。